那我那个根据时间关系啊，就是简单的讲一下今晚上，我们这个游戏开始啊，游戏开始的时候呢，就讲，今天跟大家探讨的是主要是面向未来，走向光明，就是这么一个话题来，跟做简单的交流。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今天跟大家。特别的要素呢，就我们这个学院的，很多的一些道友啊，就很多的道友呢，从开始到现在，应该是已经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学习《如菩萨心论》呐，学习这个这个大圆满前行呐，等等等，就是学了很多的知识，而且呢。有大多数的人就是33种，可以说是从开始到现在呢，一直是这个圆满结束。那么今年呢，我们学会当中的很多的学员呢，即将毕业啊，在毕业之后的话呢，那么我们是不是永远就已经毕业了，永远就不用学习呢？也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今天呢，特别的安排一个事件呢，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走过的路是什么样呢？大家都非常辛苦，已经来到这里是非常不容易的，你们也不容易。我觉得是很多人就是盯着这个家庭的压力，盯着这个工作的压力，盯着在自己包括这个身体的一些疾病啊等等等。那么这样的话，今天来到这里之后呢，那么我想以后你们怎么样还继续学下去？还继续不断的去闻思修行呢？我今天想利用这个时间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当然，根据这个建议的意思呢，我们教务处呢也给大家也通过这个文字的方式来发给大家。那么你们呢在这个问题上，希望大家很认真的去思考，因为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呢，就是需要一种真诚的思考。如果你没有思考，就是很草率的，就是去决定或者说是发愿的话，那恐怕是不是很好的一种行为。因此，我这里发现的有个别人呢，刚开始发愿很难的，然后到最后真正他发了愿之后呢，再也不会改变，就是一直是非常坚定。其实誓言坚定呢，二贵教人当中也讲了，就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想呢。希望我们这个一些道友们呢，就是今年这个大概是12月之后的话呢，就是基本上以前的我们这个初步的一些，包括曾经我也给大家写过很多公开的信，在这个信里面呢，说我们这个学习呢，什么时候这个圆满，什么时候呢这个修家信要完成，什么时候呢给大家就是要发放这个毕业证，这些呢在前面的文字当中我是已经说过的，但说完了之后呢，我也是基本上。就是履行自己的承诺吧，也就是说自己很认真的对待，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所做的这些事情呢，都一一的给大家兑现。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个别的一些事情呢，就是因为执行起来是并不是那么很容易，所以呢，就是后来就是可能刚开始的这种计划跟到最后的实际呢，也有一些出入。除此之外呢，大多数都是按照我们前面的这个指导思想去进行这个抉择。那么今天呢也是这样的，我们在座的这个工作人员，包括我自己，也是开了很多次会议，然后呢反反复复的去思考思维，最后呢应该给大家就是确定了一些原则和确定了一些计划。那么这个计划呢就像我们这个佛学院呢，我们拉荣佛学院的话呢，今年这个法王如意宝圆寂啊，再过几个月的时候呢，就刚好就是已经这个10周年了。就是离开法王如意宝离开已经10周年了，那么将来呢，我们这边呢，就是也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些这个计划，就是明确的一些计划，恐怕是今年年底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整个学员呢，就是做一个5年计划或者是10年计划。
那么我这边呢也是这样的，通过我们这个网络和通过我们大家的这种这个视频呢，就是已经学了这么长的时间。那么今天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呢，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希望我们在这个汉地各个地方的这些佛教徒，你们的这个信仰和你们的这个学习呢，确实是来之不易。现在是这个人山人海，茫茫这个众生呢，这么多人当中呢，我们有信仰是非常的这个难得。就像是在漆黑一片的这个夜晚，就是就像一颗闪电一样的，就非常站得非常不容易。在这个时候，你就遇到了藏传佛教，遇到了这个学习佛法的这种机会呢，对你们来讲，我觉得是非常的这个难得。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学习佛法呢，没有任何的这种计划，没有任何的这种这个安排，你光是依靠自己的学的话呢，魔法时代的众生的烦恼非常深重，根本没办法的。所以呢，我在这个六年前啊，就是接近七年前吧，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给大家推行一个计划，我们共同学习啊，就是我们共同学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些人不管是遇到了什么样的这个困难和危缘呢，都没有这个阻碍，就是他的这个道心，就是一直不断的学下去，到这个今天呢，就是还是非常的这个圆满啊。很多人都是到今天还是活着的，你们在路上没有死，这也是非常的这个幸运啊。就是路上死了那么多人，但是你中间呢还活着，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好的一种这个机缘。那今后是你还是走这一条路呢，还是走另一条路呢？选择就是在你的手里啊，就选择。所以今年的话呢，我也在这里呢，就是给大家有一个转变。当然我的转变呢，我表面上是有这个大概是五六年的这个，大概是接近三年或者是五年的一个计划。但这个计划我的寿命能不能就是那么长呢，就是很难说。我的这个修行就是是不是五年当中不会变呢，就是很难说。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上师如意宝曾经也是说过，在修行上呢一定要有计划，在实践法上面呢最好不要有什么这个计划。如果有计划的话呢，就是在试的时候可能给自己带来一种遗憾。所以我在这个修行上呢，就是今年啊，不管是怎么样，就是我在也好我不在也好，我特别希望呢，我现在这个五年的这个课呢，就是基本上都是全部都已经录完了。就是现在有些老师的话呢，他自己就是去外面去做生意去了，然后他自己的课呢就是录一个光盘，就是交给这个班上的这个学生班长啊，就是我的这一堂课呢，就是让班长就是上面去把这个打开就是就可以了。所以老师在外面做生意，就是现在有些大学的这个老师的这个课呢，就是在这个上面就是放个 PPT 就可以，就是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不是这样的原则，但是我自己还是尽心尽力的。但是我有些这个课和密法的有些这个教研的话呢，就是在这几年以来一直给你们修完加行之后呢，就是报成着。所以说呢以后如果你真正进入密法班的话呢，那么可以给大家就是分享。当然这个也给大家说清楚，我们一般也不会靠光盘的，也不会给大家就是什么这个通过其他方式来给，就是我们就是非常这个一种严格的报名方式来。这样你无事完加行修完，那么我们学会当中呢，就是你就如你如是修行的话呢，我们给你这个提供的。如果这个里面没有的话呢，条件没有的话呢，我也没办法。就是这次我们听密法的时候，很多人下面有意见，有意见也没有办法的。这是很多年以前我已经说完了的。那么后来如果我们个别的一些教务处的这个工作人员的工作上面就是造成失误的话呢，就是这是特别特殊的情况。除此之外的话呢这次是一视同仁，一律就是这样这个安排的。那这样的时候呢，你本身呢就是没有系统的学习，那到最后密法厅的时候呢，你就开始就是怨天尤人的话呢，我相信这不是我的事，也不是我们学会的事，就是靠你自己的。因为你自己确确实实是这个条件不具足，就像任何一个大学，那么任何一个大学，就如果你前面的这个本科生没有读，研究生没有读，到最后的博士生读的时候呢，你很想读的话，恐怕有些人呢在实践当中也是没有这个资格。就是这一点我相信你们很多人是非常聪明人，应该会动到的。所以我一般来讲呢，
就是自己所玩乐的尽量的去记录下来，那么以后呢在我的生命当中尽可能的跟你实现。我并不是刚开始的时候跟你们就是说很好的这个大一个广告，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全部都变成泡影的话，那就是这是我的事。所以说呢我今天呢也哪天我跟教务处说我今天特别的要安排。我在这个专办的过程当中呢，一个是这个毕业典礼，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没有毕业典礼啊，但实际上呢也算是这个缘起，就是就一方面呢我们这个也算是一个开学典礼的一种这个这种特别的这种仪式吧，就是希望呢你们这个好好的这一段时间中间我们有了一个过渡期，那么你很多道友呢你还不断的这个学习余课班的这个课程的话呢，你要就是好好的去学习啊，你要学的话呢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学不了什么。现在很多人看微博就觉得是可以了，其实微博上面只有140个字，就是140个字根本是解决不了我们的很多的一些知识啊。佛教是浩如烟海，就是你不可能是看一个微博看一个播客就开始学一学啊。有些是光是依靠一个上师很慈悲的话呢，在他那就是就经常就是做一件事情认为是自己就是学佛很好，其实也不是。佛教徒我们真正的一些系统学过的人呢才知道是原来这个学佛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在这样的话我们今年呢就是在这个方面已经有了很多次的这个研究和思考。然后呢给大家有一个比较宽松的这个空间。这个空间是什么呢？有一部分呢你可以这个不断的这个从余课班开始学习啊，就是可以。有一部分人呢你还继续呢就是卸家信啊，你的无始完家信从质量上数量上还不行，你要到这个弥陈的真信班有一定的距离的话呢，你还要就是不断的，就像我们这个尼玛帕的很多高僧大德的话，他一辈子都是修过这个很多次的家信啊，像这个智别光尊者、花智仁波切、如来要尊者，他们都是修过很多次。那这样的话，你还要不断的这个修家信。有一部分人呢，已经学了这么长时间了，就现在就该离开了，就是那么就可以给我说拜拜了，就是这样也可以，好吧？因为自由啊，你已经熬了就是这么多年，就是现在就是终于就是这个毕业呢，就是也很不容易的，就是对你的这个心性也好，对你的这种各方面来讲，你现在就是像这个自由的放松，就是牛郎注意的话呢，我们也非常随喜，就是。但是当你牛郎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依靠正知正念，就是。还有一部分人呢，现在可能文思都没办法呢，就是我们原来也有个净土班，就是这个净土班的话呢，主要是一些比如说年龄就是比较高的啊，就是文思是现在实在有一点困难的话呢，那么你们可以进入这个念佛堂啊，就念佛堂的话，我们这边呢虽然没有跟其他的文思班那样严格的管理，但是呢我们也经常就是保护着你们。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现在这个家信也修完了，基本上各方面的自己的资格啊都不错的话呢，我希望你还是这个进入密法班，因为我们这个密法班里面呢就是这个什么大圆满三修习啊、中印敲诀啊，还有这个包括这个大幻化网，我觉得是真正要想学密法的话呢，这个大幻化网光明藏论没有告动的话，恐怕是真的是非常可惜啊！就是所以说呢，这也是给你们一个吐露，就希望你们以后这个学完以后，你自己可能感觉得到，就是尤其是现在汉地很多人学密的人比较多的，我们刚刚讲完呢，就是密宗的试验，就是念试验动到的人的是非常非常少，就是所以说呢，这也是使你们的一个思考的这个空间，还有一边学密一边呢，就是。学无补道的，有些人对密宗实在是生不起信心，但是认为是藏传佛教的这个无补大论呢，就是确实是对自己开启智慧啊、修行啊、研究啊各方面很有帮助的话呢，那么我们给你单独就是设一个无论班，就是学这个中观、隐敏、般若、戒律，以及呢就是居舍论，就是这个无补大论呢，就是你都可以这个学习。那这样的话呢，我希望我们这个今天呢，就是也给大家就是提供一个是你从来没有这个学习的话呢，那么你明年或者是后年呢，就是你也这个进入一起学习。如果你实在是这个学习的这种意乐都没有，就是以后呢，只是就是让这个参与我们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活动的话呢，我们原来也说了，说是这个菩
提功德会啊，就其实菩提功德会呢也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住址，就是但是这个住址呢也可以说就像现在我们这个网络群体一样的，就是我们是无住址的一个群体，无住址的群体呢是实际上是有住址的，就是这样也是非常这个从僧义地当中讲呢，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是所以说这样的这种行为呢，我们在这里呢就是也是可以允许啊，就是这样之后呢我今天就是第一个主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今年年底开始的话呢，应该说是以前的这个一些学会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一些方式方法上文思修行上面呢稍微有一点就是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呢对你们来讲呢也许有必要的，我原则上呢希望你们不要这个退下来，也许呢可能再过几年之后的话呢我们大家都不得不退了，就是因缘都已经尽了，因为任何一个因缘的话呢它不可能长期的，我来到这个佛学院的时候呢也是当时自己的思想这个生生死死不离世，但是呢确实也是后来就是上师如意宝呢就是突然这个悄然离开，就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很多的这种问法呢就是愿意听也是什么没有办法的，实际上我们这个一切的这种这个现象的话呢就像无光尊在敲诀报中的里面所讲的那样的，所以呢都没有什么恒常和可靠性的，因此原则上呢以后就是只要有纪念的话呢大家就是共同学习的话也许是对你就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这个是当然是你的这种这个宣子啊，就是你们每一个人呢就今天就是来到这里之后呢希望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很认真的，对的，我身边的有个别的一些发心人员的话呢说实在是他们就是日日夜夜，好多发心人员的话呢因为整天都是熬夜给大家就是提供各方面的一些奉献啊，现在他们有些身体不好，有些眼睛不好，有些这个经常流鼻涕啊，经常感冒啊，凡是有各种各样的现象，就这也是一种付出，就是因此你们作为一个学会的人来讲，就是你就这个每天都是很随意的一种获得的这种价值的话呢，就是这也是非常不容易。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这边老板里面就是有很多的发心人员，有些发心人员呢就是自己可能比较懒惰，就是没有修完加心，有些发心人员呢自己特别积极，就是说实在自己的一切的一切付出给别人，就是这样之后呢自己都没有这个修完加心，但不管怎么样呢希望你们那就是也不要放弃，我们下面的这个余课班也好，我们下面的这些道友的话呢就是还要继续的我们好好的让他们这个学习，因为我们学习这个如菩萨行论和学习这么多的论点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就是净化自性，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说什么呢，就是要降的是这个利益众生，那么利益众生的这种机会呢什么时候有的话你一定要就值得珍惜啊，就值得珍惜。所以我想今天呢就是也跟大家就是说一下，就是我们这面的很多的这个发心人员，包括这个现在这个新版之间的一些差别啊，一些文件啊，就这些呢希望你们相关的道友们呢就是很认真的这个读诵，因为我们如果有一些文字呢没有代替的话呢就是下面就是很难就是实行，那么如果没有就是你们认真的可能去学习和了解的话呢你们也是很难就是去这个实行，因此现在呢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也是在这里建立这样的这种这个平台来共同学习呢，对我来讲也是很有困难的。有些发心人非常积极，有些发心人积极呢，并不是他是很真诚的，他是有目的的，这是我们也有这种情况，但是这个是少数的。不过现在有些的话呢，说实在，我也特别希望就是很多上师啊，就是他们也是有不同的这个学会啊、中心啊、寺院呐 或者说是一些学会啊，就这些都是我们完全支持、完全赞叹。但是我们学会里面的这些发心人员呢，不要就是拉帮结派，对吧？我们这个藏传佛教也好，汉传佛教也好，甚至这个其他宗教的这些所有的这种这个宗教徒和非宗教徒呢，大家一定要有一种互相尊重、
互相学习，互相理解，互相团结，和睦相处，和蔼和和什么和和，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学习呢才会成功的。但有些并不是这样的，整天都是说三道四啊，就每天都是说一些过失啊，这样的是没有必要的。现在有些人都是经常讲一些，比如说一个上师身边的一个发心人员的话呢，他就经常爱讲这个上师身边的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所有人的这个过失啊，然后给自己内部也在讲，给别人也在讲。然后有些人呢，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汉地的有些佛教徒呢，就是确实口比较杂，然后心也非常烦乱。按理来讲呢，就是跟上师这个做事的话呢，就是没有必要，就是很多拉帮结派啊，很多是这个呛人拉人，这些都是很不好的。我希望我们的这个学会的所有的发心人员不要拉任何的外来的人，我们不需要人，就是当然我们这里有很多人专门拉人的也有，就是来这里发心的目的是不是来发心，就是先暂时呢，就是我要刚开始看这个人这么积极啊，这个人很不错的，原来是他有目的的，就是他有搞各种各样的工作，这一点的话呢，我们觉得也没有必要的。尤其如果你真的要拉一部分人到过去，就是某某上市哪里的话呢，你给我说，我给你给一部分人也可以，人多的是，没有什么的。但是你要一个承诺，是你以后一定要就是保护他们。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这里真正学的时候呢，不让他们学习，有各种各样的巧言花语了，把他们拉走，拉到那边去了以后，如果这个上师真的要保护他们，好好让他们学习佛法的话呢，那么这个我们也非常随喜，就没有任何嫉妒心，谁都可以，就是那么谁都可以学习。我们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不需要团队，我们也不需要他们。有些人像是不是我们的这个人很多才，人其实你来1000人也是无所谓，我也看不到，来10000人我也看不到，就是没有什么，我也不需要你们来给我做任何事情，但是我非常关心你们每个人的戒头，你们每个人的戒头的话呢，如果你对他的戒头有保障啊，其他上师也好，其他道友也好，你从这里把他们就是调到哪里去了，调到哪里去了以后呢，又不管了，就让他们人在哪里，那没有人养，没有人就保护他，那这样的话他的戒头慧命呢，从此以后就完蛋了，就是没有了，就这样的现象呢比比皆是，就是，所以希望你们发心人员呢，我像这个任何一个上师呢，有很多的忠心很好。你看现在实际上是有71个人，71的话呢，那我们现在佛教徒是那么少，就是，所以有人越来越多，我们就不会排斥的，就非常好。但是呢，互相里面就是佛教徒之间争来争去，搞各种宣传诽谤啊，就是跟上师与上师之间经常挑拨离间呢，有些居士经常这样的。所以我现在已经习惯了，我就根本不听就是别人的就各种各样的这个坏话，就是这些都是没有任何必要。但我们希望呢，我们还是这次呢，就是希望大家在我们这个学会当中的话呢，我们是不分教派的，就是只要是认真的去学习这个解脱法的话呢，任何教派都可以，韩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甚至呢，就是他就并不是是非常虔诚的这个佛教徒，但是他还是有做一些这个善事的这个义了的话呢，我们在功德会当中也给他留下了一个平台。这样之后呢，希望我们这个以后的这些原则啊，发心人员呢也应该很认真的对待，就是不要把所有的过失呢，就是都推给我们这个教务处这边，你们自己呢，就是应该是非常这个真诚的一种对待法。然后我们这个教务处呢，虽然在工作当中，就是我不敢说是没有这个事务，有些时候是肯定是有的，但是呢，并不是说我们这里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不讲道理，就是我们还是很认真的、尽心尽力的给大家就是服务。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希望我们这个学会呢，诸葛罗路的这个风风雨雨，就是大家呢，我自己认为是很成功的。如果从今天之后呢，就是再也没有的话呢，我没有任何怨言和后悔。非常感谢大家对这个这样的一种这个共同的这个路念。但如果以后还有因缘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社会是非常需要这个系统的这个学习、系统的文思，尤其是密法的这个不可思议的价值呢，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需要的。不过这个密法呢，并不是人人就想听就听，我的这个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必须要修完加行。如果没有修完加行的话，那以后的这些课啊，就是很就难进入，就没办法的。虽然有些上师呢，你
观定都不需要，就是随便让你听自己的一些密法，但是这个得不得到利益呢？也许可能他们是成就者，有这个办法，我对我来讲没有办法，所以我把这个原则呢给大家已经讲得很清楚。最近呢我们把这个文字呢就是发给大家之后，希望你们对自己的将来的一些，相当于是我们一个孩子要读这个美国去升学呢，就是到这个英国去读书，还是在这个清华北大去读书，你自己有你自己的一个很认真的这个选择，父母也是对他认真的去考虑，所以希望你们相关的有些道理呢就是好好的这个看书啊，就这是我们今天呢就是主要是这个学会内部的一些道友啊，然后在这些来讲的话呢，我想就是一定要就是很认真的去对待。其实我们现在呢一定要利用这个网络，我刚才用藏语来给他们沟通的时候也说过，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上呢，这个文化呢就是可以说是依靠一种二十一世纪的一种推广来这个自己震动。在这个时候呢，尤其是我们佛教徒呢，一定要用一个比较这个耐心的去学习佛法。我今天非常赞叹你们很多人的修完这个五十万加薪啊，有一部分呢可能年底的时候都会这个圆满，就是修完。当然我以前也是承诺过有些事情，希望你们呢还是很认真的对待，包括我们教务处这边呢给大家这个审核的非常的这个严格啊，就这样之后呢，我们在这里就是你已经加入了学会的话呢，我们也尽可能的对你这个负责，你也是对我们呢应该就是很认真的这个对待。我想我们现在是认这么多人当中呢，有些是对密法有信心，有些是对先宗有信心，有些是对我们的这个某某这个上师啊，某某大德，某某各系啊，某某上师呢就是有不同的这个关系，这些都是我们值得站的。但是最重要的呢，大家都是要有一个非常认真的问思修行。没有认真的问思修行呢，确实现在很多佛教徒的新闻是已经变成了这个新想法。再加上呢，我特别希望今年就是进入密法班之后呢，以实修为主。就是从今年开始呢，我这个进入这个密法班的话呢，以这个实修为主。那么实修的这个课程啊，实修的这个修行呢，就是到时候呢，给大家也是讲，我们前面是六年当中都是以文思为主的，然后后面的这个五六年呢，大家这个实修为主。这样之后呢，就我想是你的这个人生当中大概是有十年的文思修行的话呢，算是已经这个应该是一个很美好的这个历程吧，我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们今天学院当中也是很多道友都听着，其实学院里面的道友呢就是不应该听，对你们也没有什么的，你们是在学院当中这个问思修行不过呢就是你们也顺便就是看这个大城市里面的人的这个学佛情况是怎么样呢，也许你们听得懂，也许你们听不懂，因为我们这边的专业的人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有些话基本上他们都听得懂，就是然后你们是在这方面呢就是也没有这个真实的去学习，就是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这个学院的有些道友啊，就今天不知道来了那么多，以前有些开始的时候呢就人很少，就是只有一个老和尚和我们两个在那然后今天呢有跑了很多这个藏族喇嘛，有很多藏族觉姆，还有汉族觉姆、汉族喇嘛，所以你们人太多了，我有点紧张，我不知道在说什么。尤其是我没有用藏语讲课，就是他们很多藏族喇嘛来了以后，我有点害怕，知道吧？我看我今天要想说的什么呢？主要是讲这个。我们的有些计划，就是具体呢我在这里不用说，就是实际上到时候呢会给大家告诉因为我做事情呢一般来讲就是比较而言不是我自己夸自己，但是呢只要我的这个生命和我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力量跟得上的话呢，我还是所承诺的呢尽量的会这个兑现，就是如果没有承诺的话呢，我也会这个不容易答应，就是所以说我在这个十年前就是这个学会进入的时候呢，给大家也是在文字上给大家也是在语言上呢，包括我们这个游说开始啊，这游说开始的是应该今天的是63次是吧61次是吧，从2006年9月份开始，我们就是0033的，但这个UC开始我看到网络上是说是
我们这边工作人员当时我们降的四个字网络开示，其实网络开示的是每天晚上都在降，不是网络开示，应该是这个这边菩提讲堂里面的 UC 开示。这个 UC 开示的话呢，我就是大概是可能一个月当中，就是有时候星期天呢，就是零零散散的，现在已经做了这个61次啊。就是这个很不容易的，就是所以我自己也觉得是还比较不错，这个61次也是针对我们这个学院的一些观念啊，学院的一些学习啊，就围绕着这个，所以我今天第61次的这个开示当中呢，也给大家就是承诺，大家呢就是如果不间断的，还要不断的这个学习的话呢，我也很认真的。对待就是你们将来的这个学习，因为你们的这种共同这个学习呢，我唯一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希望你们好好的这个动到这个佛教的教义，不但是动到佛教的教义，还要就是去实际修持。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呢，就是是一个转变啊，就是以前是主要是文思为主，那么以后呢，就是对这个密法的这个修行为主。以前呢，就是以仙宗和还有这个家信为主，那么以后呢，就是真心和修行为主啊。所以说，你们这个如果特别愿意实修的这些人呢，我希望你们加入这个密宗的这个密法班。如果你们既要这个学习密法的实修，又同时呢自己学一些无部大论的话呢，我们这边也特别开许呢，就是你可以这个兼学这个无部大论呢。其实无部大论现在韩传佛教来讲确实也很重要，尤其是你们以前什么读过大学啊，水平比较高的，以前有些人虽然没有读过大学，人特别特别的聪明了，我们学院当中都是有些是从小都出家了，但他的文凭呢好像小学都没有毕业，但现在他的这个佛教的这种水平的话远远超过很多博士生，就是所以说有时候的我有时候我特别看重唯品啊，这个是某某学校的博士生研究生的话，我很这个佩服他，有时候的话呢，我就对这个水平呢一点都不看待，因为呢他们傲慢性非常重，就是不如我们这个从佛教的这个佛学院当中培养出来的，虽然文凭时间的文凭就是小学的没有毕业，但是从这个人和实践法和处世间的这种水平相当高的，就是这样的人才也有，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有些人就是你智慧上非常这个有聪明啊，有才智啊，这些人的话呢，我也希望呢你们这个短暂的人生当中还是要学一学无部大论，如果你学了无部大论，又学了密宗的话呢，那绝对就是变成一个很好的这个佛教徒。所以我这个在这里啊，就是苦口婆心再三再四的说的话呢，就是主要的目的呢，特别希望你们这个学习佛法呢，就是33种，不要就是因为你闻思了1年过后呢，你就开始就是间断了，你就开始放弃了。现在汉地很多很多都是这样的。就是有些呢就是好像这是表面上学一学然后就没有了，就是这种现象非常非常多的，这是不是变成一个心想的佛教徒，你们自己好好的这个观察。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当中的话呢，就也给大家主要讲一下，就是说这次我们这个专办的过程当中也好，还有那个以后的深学的过程当中呢，你要就是选择什么样的路，希望你们呢还是这个系统的学习，系统的学习呢才能变成真正的这个名副其实的佛教徒。刚开始我给大家就是这样的提供一个平台或者是要求大家学习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不理解，但是现在学的这么多年以来呢，很多人就是在自己相学当中有了不少的收获，就现在不得不就是承认，就是当时自己所选择的路是正确的。所以我本人呢就是也是曾经在上师如意宝面前就是一直了那么多年的话呢，在晚年的时候把这些道理呢尽量的就是传给别人，就这是我还是一生当中的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心里的一种这个愿望。当然愿望要实现的话呢，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佛教的教育呢它不像是一个我们实践的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初次培训啊，或者说是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演讲训练啊，这是一个月或者一个礼拜都可以，但是我们佛教的这个培训或者是系统的学习的话呢，至少也是10年8年，我们佛学院的这个学年日程的话呢，一般的一个佛学的知识呢要毕业的话呢就是15年啊，这个无名佛学院的南总这个教务课
啊，就是这边大家都知道是一般的我们的一个学籍啊，就是这个学制是什么呢？原来是六年，后来呢就是觉得不行，就是最后提到这个十二年。现在我们这个从这几年以来呢，我们学院就是藏族南宗这边的学制多少呢？十五年啊，就知道吧，十五年。所以我们前面虽然学了四五年了，那么后面我觉得是还要这个学四五年的话呢，那我们的整个这个仙宗和密宗的学制的话呢，就是只有这个十年了。就是这个十年呢，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讲是应该说是这个不算什么，就是很高的。我们看世间的一个九年义务教育，九年义务教育的话呢，那就是这个初中读完的话呢，就是需要九年的时间，对吧？就是小学六年，然后呢初中这个三年，还有这个小学六年之前幼儿园就是要两三年，就是如果学前班加上的话，再加上高中这个两年，然后呢就是这个专科就是两三年，再加上本科两三年，研究生就是三四年，然后再加上博士后，就是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要实践的一个博士的这个文凭的话呢，要多少年？你们想一想。所以佛教呢，就是你们不要认为说啊，我还要念再学五年，那我都老了，不行了，我就退了吧。那这种想法是确实很幼稚的，就所以说，你们不信的话呢，看看我们这个拉荣佛学院的这个佛学的基本的学制呢，就是十五年，就是十五年呢，就是算是这个中学毕业，就是说。嗯，哎呀，说什么？今天我说什么？没有说是吧？这个在这里说一下，其他呢我就简单说一下。希望我们今晚上这个参加的这些人呢，都是这个对佛教有爱好，对佛教有信心的，有些是不是学会的，但是呢我也特别希望你们好好的这个学习佛法。因为佛法呢，就是现在我们对自己的心灵，对生活的这个压力，现在人们都经常说是压力山大，就对这个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压力啊，就相当相当大的。在这个时候呢，佛教就是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人生生命带来非常好的一种这个力量。所以说呢，我们很多这个佛教徒呢，不管是面对任何的这个逆境或者说是顺境呢，非常这个容易，就是可以说是迎刃而解。在这个时候呢，佛教就是如今来讲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因此我第一个希望呢，希望我们今天就是在座的人呢，你对这个佛教呢，就是要有一个正面的了解。我也去过就是很多的一些这个学校，但是学校里面的老师学生他们对藏传佛教是有一定的这个学习和兴趣，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所以我也特别希望你们呢，就是应该就是多了解一下藏传佛教。为什么？因为藏地这个地方的话呢，实际上是在从这个财富啊，就是经济啊，这些都应该算是比较落后的。但是呢，一个是人心比较这个淳朴善良，再加上是在这里保留着非常这个原始的一个传统性的这个藏文化，藏这个佛教。这个佛教呢一直是保留着。刚才有些人也给我问，就是说是这个这么多以来法王如意宝的这种这个价值和摄入下呢，就是培养了很多人才。我也确确实实这样的。我们佛学院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就是整天都是想培养人才，大家共同学习，就是这个是我们学院的所有的经堂都是教室，就是除了教室以外没有。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印度来的个系说，他说你们佛学院的所有的这些经堂都是教室啊。我说是，我们这里的不管是这个九牧经堂、喇嘛经堂，还是所有的经堂都是除了教室以外没有其他的。所以我们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这个教育，就是佛教的教育。我特别希望呢，我们今天网络上的很多的这么多的人呢，就是大家都有对这个佛教有一种爱好。但光有一个爱好不行，你要去了解，去修行。修行之后呢，自相续当中的烦恼就是会减少啊，就这个是我就是提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希望就是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行为、很多的修行呢，经常出一些违缘，经常出一些故障
啊，就我们的这个人生的机器呢，就是经常出故障，就是这个时候呢，你多多的这个祈祷，就是个杜牧和莲花生大师。我刚才前面也给大家念了一个杜牧的这个传承，就是也同时呢，也好好的这个祈祷莲花生大师。同时，我们自己的这种这个行为的话呢，法王如意宝就是以前这个要接近圆寂的时候呢，给我们就是讲过两句教言，说的是什么呢？摩舍即道，无扰他心。这个是我们学院的所有的人的一个原则，希望你们今天在座的人呢，也是经常不要这个摄取自己的道啊，就自己的道德、自己的行为啊、自己的善良、自己的人格不要摄取。同时呢，你也尽量的不要杀害众生，不要伤害众生啊。包括你们吃饭的时候呢，不要电杀。我看到有些饭店里面很可怕的，我们吃的这东西啊。活生生的就吃下去了，很可怕的。这样的话呢，一方面就是这个动物的肉对你的这个身体就是带来就是痛苦，另一方面呢，我们的快乐，我们色见的这种快乐呢，建立在别人的付出生命上面的话呢，非常不合理的啊。这是大家还是要一定要注意。再加上呢，从我们健康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最好不要吃肉啊，不吃肉的话呢，你们可能最近不知道发现没有，我那天看到有一个叫做是这个叶曼女士啊，就是她是吃素已经90年了啊，就她今年是刚好100岁啊，就是吃素已经90年了。她在好像10岁的那一天，有时候母亲带她去一个饭馆，就是然后看到这个煞样，就是特别悲惨，就是从此之后呢，她就发愿就是再不吃肉，就是开始吃素。然后她吃素的是已经吃素这个90年了，就是她总共活100岁，但她的气色啊，她的说话、啊，就是在各个地方的演讲啊，都是那么的这个思路很清晰的。所以我们从健康学的角度来讲呢，你不要这个经常这个吃肉啊、电杀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对你不利。我们每一个人，佛教都讲大家要慈悲心，没有慈悲心的话呢，那你的这个微笑和你的笑容呢，就是实际上是这个罗刹的化身，就是不一定就是很庄严呢、啊。如果你心里有慈悲心的话呢，表面上先像愤怒像，也实际上呢就是它带来的快乐，带来的应该说是美好。所以呢，我希望这个佛教呀这样的这个慈悲心，就是每一个人应该记着。那么接下来呢，我今天他们本来这个要求让我念一个45世颂，但是45世颂呢今天没有拉到这个法本，就是那么下一次呢，我准备，因为我们这个过渡期的有这个学习呢，就是有45世颂修行纪要的这个要求，就是所以我下一次呢，就是给大家有时间的话，就是准备念那个45世颂。那么今天呢，就是在你这个修行纪要，就是这个修行纪要是噶当派非常重要的一个修行法门，希望你们这个短暂的人生当中，不单要了解佛法，同时呢自己要多修一点法。如果没有修行，光是口头上画画这个什么夸夸其谈啊、天花乱坠呢，在你死的时候，这种佛法呢就是不一定用得上。所以我今天呢在座的所有的各位呢，我就念一个这个修行纪要的这个传承啊。罗雄东的弥撒，日苏罗雄东的弥撒，那多巴金布罗雄下巴拉，红烛登记求下巴拉，红烛上去比森雄啊，金文上去蓝灯结巴的，这是个娘人之内单巴的，罗雄撒的罗雄个大字罗雄个发下当的内当不，红烛打拉发拉，红烛拉你的当不东东上去森。拉江瓦娘子你要比娘子呢就能不能打扰什么地理比去了去了是你不你讲让事主我感谢俺拉江你把鸡头呢腾森地米接而下你把工作上去比森我跟把拉娘子你的娘子呢东南你不是北门上带你弄了兄弟下你把鸡头你把鸡头呢，一生都送给我，生得了战败，各位学人学人跟着吃个像两笔过人，让你怎么生把金银镶起的烂灯起来了，生的当包呢，跟着镶起的生的金银烂灯起来呢，那只对比，那只对比刚一些金银镶起烂灯起来，来人他们说这个了的，跟了观众切入过。东东山丘三级金银蓝的阶段，那只能够就是大碗，那东牛中啊，蓝南美。
Jorwa chabra chan sakhjan ni ji jing lamdo yirwa na jorwa jirdan tatjim chogo charla kangtub gomdo vjar jirpa cikhsi ke nyam na trnir tamba na mangak nyam bom durdi pa to nga taqtang jara taqchin pobi odam nga na to nga nyayin sholam chi nga lo zhong ka tsat tamba na chukum gombak chigdan di gombo ni ji sovar zong yivden bhajig jindu din Yangjiang Tadna Jongwa Chu, Chubab Lo Jungo Tamsk Tambana, Shudong Sun Last Dogdab, Dumbabj, Ransar Jag, Yanlak Nyambab, Jodma Shia, Zian Chuk Kangyang Mopsum Mo, Nyomong Kangchi, Munla, Jan, Jewe Riva, Tamsil Pang, Tikchen, Ji Zet Pang, Jong Zong, Mutin, Shangyan, Margot, Chang, Margu, Nala, Magdab, Njur Karak Langla, Muncho, Njokpi, Tse, Makhto, Lhab, Dutta, Mogo, Sto lok mevsha, chitji yanlag, dig matsur, dhamba lojong go flasha tamba na lojong manyamsha. Perver ngirvi tabla tende, namjur tamchuk chiki sha, lognon tamchuk chiki sha, tumta nila sha, nipo kangjong zopra sha, nipo chotan dune chong, kawa samla flapra sha. Rji yi so or nang samla, nyamba mepa. Rnalsum gum, jarmid sum da dambrisha, yerla shomestal, jar captan htan, jung gun lach chi, kurva nam lach tata gum chin, jan gun lagan, stu mersha, tarik su nyansa lang, koluk mersha, rinjo mersha, turchut, jan, tafsha, niti, and tarvarsha, yi mago, kolum maton, yitzum mersha, Gurchir Mahto, Nigma, Napo, Dovan, the Shanchu Lambda, Girvai, Damgur Dirti, Nyambo, the Selon Bani, Gipai, Mujan Likim, Joseph, Rungamuba, Mami, Girdinger, Damgan Chatsatne, Dunzan Derby, Damgur Ji, Dana, Shion Mandioto, Jon de Givi, Shirin, Chatkavim Zapar, Chakya, Sharavi, Ogumber, Munoji, Lakshit Kanti, Le So. 下面基本上时间到了，可能我们下面就是如果晚上有提出，可能回答两个问题吧，就回答两个问题，然后呢，就算是今天就是圆满啊，就是讲座，那么我们下面就利用可以回答两个问题。 丁立上师，请问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修。 很希望在实修的部分得到一些针对性更强的指导，不知现阶段是否可以开设结合文师的实修研讨班，请上师观察。如果可以开设，是否可以请上师有空的时候亲自指导？感恩上师，谢谢。他所提出的问题也是，我们这边也共同商量过。 实际上，我们对密法版呢，准备有一个大圆满信心修习三处引导文的实修。这个实修呢，我以前讲过一遍，但是我们像这次呢，准备下半年的时候啊，就给大家讲。讲完了以后呢，可以算是代修，要求呢。 从密宗部分开始，因为先宗部分呢前面有大概是94个引导文吧，90多个引导文呢已经就是圆满了。那么密宗部分的引导文呢，准备明年开始呢，就给大家提供。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密法班呢虽然没有单独就是建立一个实修班，但实际上呢，学一些。 密法的这个理论和实修窍诀，同时呢，给大家有讲这个实实在在的一些实修的这种引导文，这个我们在这里呢有安排，就是到时候呢，我也希望呢，我们在座的道友们人生非常短暂，光是听一个密法或者是先宗的无薄大论还不行，一定要有一个实际的这种修持。 而且实际的修持呢，不是修一天两天，现在有声如数那样的，特别简单的这个做个七天呢，做个一天的修行呢，其实也解决不了很多的烦恼。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个道友们呢，要这个以后长期的实修，每个人呢要求。
造成起来的这个大家念金刚萨埵啊，同时我们学院里面的每个道友都是拉着专经论啊、念珠啊等等，我希望我们协会和还有其他的人呢，经常应该有一种施修的这种习惯了、啊。我看到很多佛教徒呢，有些是有念珠的，有些是没有念珠。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这个这个法师呢，就是到法王如意宝那里去过，当天是一个中午，天气特别热，然法王呢一一的就是观察，我们当时有七个人，我们七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就是手里没有拉着念珠，法王先生呢就是对他不太很高兴，说是作为一个修行人手上没有拉念珠的话，说明他长期呢不是这个爱念珠语的。其实念珠语也是一种施修，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自己以前的一些修行呢，希望我们这个落到生活当中，不要把这个修的时候呢，你就单独，就像现在汉地的一些禅宗的这个寺院，你在修的时候就修完了，然后下来过后呢，就是从来的不去，就只是个别的有些修行，这种情况不好。因此我们藏传佛教呢，把这个理论和修行呢就是贴合在一起，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藏传佛教都能实行得到，但现在有相当多的人，尤其是法王如意宝的传承的话呢，那么就是一定要就是施修，但这个施修呢不是短短的一个时间当中，一定要用在生活当中。希望你们上班的时候也好，开车的时候也好，或者说是跟家里，包括就是跟家人吵架的时候，也是用念咒语来吵架。哦，妈，你把我们哄。顶礼上师，可以再问上师一个问题？好吧。谢谢。我最近在实修的部分，有观察苦地这个法义。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比如我现在去逛商场，那我是很快乐的，我就在想这个时候怎么就苦了呢？我自己的感觉，我自己的分析，如果我现在造作一个贪着乐受的因，那么苦果已经在这个地方等着我，而它没有马上到来，是因为我的分别心在制造的空间和时间。请问上师是这样吗？感恩上师。这样啊，我们今晚上网络交流的最后一个问题啊，那么今天我们学院的网速啊比较慢，然后刚才前面藏语的交流当中呢也比较难沟通，现在韩语的话呢也很多人都上不来了，好像提问题的人很多，想提问题的人也多，我也想回答，但是没办法，不过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因缘，现在我们一定要利用这种平台，希望我们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也好，年老人也好，你们也不要特别的排斥这个网络和现在科技技术。我听说有很多的一些老学员为了听课就是学上网，然后就是每天都是上网听完课之后呢，就是其他的就没有做什么，这也是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方便方法。那么有些年轻人现在是每天都是网络密室，知道吧，就是因为在网上天天都是用这个电子游戏啊，最后听说前一段时间听说在网络游戏当中呢，就是有一个主人公被杀了，然后呢自己的是为他哭了三天三夜，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呢就比较迷茫，比较这个就可笑，就是这样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刚好利用这个方法呢，就是要听课啊。我在智慧风网上放呢大概是3000多堂课的这个藏族的很多堪布和法师的藏语这个藏语课啊，无不大龙为主的所有的课，所以我刚才也给他们讲了，就是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呢，
不管是任何一个世界的教论，你都可以听无博大论，非常的方便。所以我们要应该利用它，就是好好的去学习。今晚上我的意思呢，也是希望你们大城市里面的很多人的觅食方向，我们经常看到大家在不管在医院里面在车里面一停下来的时候都是要看那个书籍，其实书籍当中也找不到很多的一些可能知识，但是很多人的觅食了方向。在这个时候我希望大家多念注意，多修行佛法。刚才你所提出的问题呢，以前自己的不管是乐受也好苦受也好，这个感受呢就是都有他自己的前面的进去营的一种果，进去营的因，还有呢就是也有他的这个俱生愿。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人和的这个造作呢，就是变成了后来的快乐或者是痛苦，这个是在佛教当中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在座的人因为自己的教育和环境的原因呢，恐怕很多人的这种相信因果呢相当相当的肤浅呢、包括有些人现在这个一谈论到这个三世轮回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是有点就是无法接受，包括有些佛教徒当中也有这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希望你们多看一下这个佛所说的有一个叫做是道干净啊，还有呢因果报应经，还有呢这个涅槃忏悔经啊，就是业报忏悔经，还有呢就是白衣经，还有呢就是白愿经啊，就是白愿经，最重要的呢就是因果轻重经啊，就这些经典呢我最近在拼命的翻，在翻的过程当中呢，我就感觉得到我们这个现在世界上的很多人的真见不对。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实践真见的话呢，那这个出实践的很多深深的道理呢根本没办法接受。因此希望你们都应该看看一些相关的这个因果差别方面的一些道理。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对因果有一个诚心不疑的定解的时候呢，那在这个心智任何一个善法呢非常容易。因此呢我想今天啊就是依靠这样的一种因缘呢给大家共同这个学习啊，我觉得这个事件呢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下面呢我们这个一起今天大家共同学习的善根呢回向于这个一切众生。所能得一贪吃罪般若陀那尼别扎那帕悉迦揭利伽喃吉拉那出发这不能做的主修。